你需要充实一下自己。
啊，那是对的。回来我一琢磨，两口子说的太对了，是吧？就这对狗男女，哎，什么话？这叫什么话？这对狗意思的男女，哎嗨，那不是改外地的，特别狗意思，这俩够意思，够意思。嗯，我一想充实自己，哪儿充实啊？想了又想，想出一主意来，嗯，看光盘。您这是怎么想的？看光盘充电？因为光盘里很多东西是你不容易看到的。那倒是。不是，我说你别瞎想。我怎么不瞎想？我说的那个场景很简单。对。不是，哎，姓驴的你不能。就是不换场景，不是你得换光盘呢。你们不能这样啊！你们少看那个两三个人就演完的电影啊！我说的就是那场景不换，人特别的少。这没出圈啊，这个。有一个男的，对，就一个男的。就一个男的，你看，就一个男的那个光盘，那有什么意思？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。不是你看他，就那个讲课的那个一个男的，就是大背头、大分头、长头发，大伙儿讲怎么励志、怎么努力，那个光盘。那讲课的、教学的呢？就那个，你以为呢？你还得有一示范呢。就是那个讲课老有那个讲课啊，我们得如何如何，这哪儿找去？人家后来有人跟我说啊，啊，说上机场那个卖书的书店旁边都有大电视，哦，专门演这。哎，这我有印象，有吧？确实老放这个。我一听有道理，嗯，去吧，啊，奔机场，大家出来坐三站地铁，嗯，然后385倒64路换37路，哎呦，然后一直到机场辅路。路，我有一个同学在那卖西瓜，干嘛？借他那自行车往机场蹬。好家伙，费这个劲！到机场存好了车，嗯，往里边走，找一保安，先得问人家啊，嗯，老家哪儿卖站台票？哎，你去过机场没？没有。你问啥呢？他没理我。多新鲜！没理我。嘿，好，小瞧人。有一天我要成功了，我要学会了拼音，我非上网骂你不可。好家伙，您这得有几年才能骂上人家。转身进去找啊，书店门口一个大电视，里边真有一位讲课，大中分，哦，我们为什么不努力，哦，我们一定要努力，哦，说的太好了，转身就走，就听一句呀，啊，多了我也听不懂，哎，那哪成啊，出来骑自行车跟机场辅路，哦，还车抱着一西瓜啊，倒三路公共汽车，回来再坐三趟地铁，哎，到家费多的劲啊。打今天开始我的头脑非常的充实，我要干正事儿。您要干什么呢？睡觉。哎，这怎么睡觉了？这都半夜了，都快折腾一天，躺下就着，要不说心里有事儿睡不踏实，哦，躺下就做梦。是，但这个梦我特别的开心。梦什么呢？一片光，一片云彩，哦，光里走出一个人，拿着一个王冠。哦，像我走了，王冠见过吧？王冠我知道，外国的国王戴的，嗯，黄金的，嘿，黄金的王冠，正当中一个红宝石。哎，走到我这儿，轻轻的给我戴在头上。哦，恭喜你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高贵的国王，新郎会员了。哎，你这，哎，那管什么呀？你，哎，我想了好长时间啊。早上起来我就琢磨什么意思呢？哎，现在还没有上心了，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啊，洗脸漱口，吃早饭，大饼就西瓜。哎，太惨了，让同学那儿弄去。嗯，吃完之后找个人给我圆圆梦吧。哦，还解释解释。找于老二去。又找我兄弟。啊，一进门两口子正矫情，就怎么打起来？吵架呢。嗨，瞧见我高兴了。嗯，你来正好。怎么？铁锤说我不干活。哎，别提这名字了，行吗？我怎么不干活了？正干活。我怎么不干活了？干什么活了？啊，我不干活。啊，马桶里那屎是谁给尿没的？哎呀，嚯，这得喝多少水呀，啊？这得。这都你弟弟干的事儿。哎，这小师傅怎么样？
别打架了，有事求你，我给我找一圆梦解梦的有没有？这我不行，我能带你去。哦，认识的。后边有一个看手相的大师。啊，手相也行啊。走。拐弯去，有一个不大的小门脸儿。哦。一进来这儿是摊煎饼。哦。这儿是卖那个充手机卡的。哎呦呵。旁边这是卖墩布的。哎呦。这是卖铁锹。哎呦。啊，这儿有拔牙的。嚯、哦。啊，这儿办证的。这边有一柜台卖什么护手霜、擦脸油。这柜台前面坐一手相大师。这什么大师啊？坐着你。大师您好，好、啊，怎么着？看手相，伸手。你这样，瞧，接过来。你手很干呐、啊。来一瓶护手霜吧。咱不带这么多买卖的行吗？我去，花钱的事儿还不想哈、啊。就是。您真是手相大师吗？是手相。随便问。哦。有关手相的事随便问。那你就问去。我来。啊。英国首相。卡梅伦，哎呀，真是首相大师啊！你神经病啊，是怎么？太神奇了！啊，完了完了，服了，佩服你了，这就服了。那求您给我看看我的前途。是，你现在打算干嘛？哦，我打算回家。总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就给弄回去了，太神奇了！你也信他？啊，高兴。嗯，回家睡觉。就剩睡觉了，不是，这一折腾一天到家里睡觉啊，这一闭上眼可了不得了，哦，飞起来，又做梦啊？你说我老做着很神奇的梦啊？哦，飞飞起来有翅膀，哦，飞人我一瞧我变成一大喜鹊，我这不错呀、啊，喜鹊的头上还戴一王冠，哎呀，喜鹊也行啊，啊，你有点嘴浪了，还戴一王冠吗？这叫雀王。哦，头我带着好几万的喜鹊。哎呦，这天是七夕，呵，我们要在天上搭鹊桥。哎，我带着大伙搭鹊桥。哎，这边是牛郎走过来，这边是织女走过来，鹊桥会，我们干好事儿，这不错呀、啊。哎呦，这一宿给我累坏了，干嘛累了？桥镇，嗨、哎，我头回听说这词儿。人一走就瞧着震动，那真是躺在桥上了，那不是走在桥上了。你明白我明白，有你啊？没有我，没有我，这不解的吗、啊？你在事发现场吗？啊，不在。还是的，您在，我也不在。这还是没敢再走啊。反正这宿累得我够瞧的。那是，老师一睁眼，我心说，我这个我不能老跟屋里做梦玩了。哦，我得去出去上外头充实我的头脑。这还怎么充实？我想一个好地方啊，看车展去。看车展，哎，充实一下。哦，那行吗？那当然了，一进车展把我乐坏了。怎么？这些个娘们儿啊！哎呀，就没奔这去的是吗？一个车旁边站好几个。啊，现在是穿着很简单的衣服，简单的衣服体现了母系氏族的那个状态。什么乱七八糟？太好了，看了一上午。我喜欢。看完车展，啊，买瓶奶喝。哎。勾起食欲来了，您这。我跟你就聊不到一块儿。看饿了是吧？一个窝窝戳戳的人。什么呀？窝窝戳戳。我上的是充实我的头脑。是吗？哎，出来之后发现一件事，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。怎么了？旁边不远有超市，超市里边出了一老太太，哦，80来岁，拎着东西，还买东西，走着走掉了，老太太伸手够去。毛不显腰不显，岁数大，就这会儿又打这边，于老二夫妻过来了，啊，他们两口子，这边是于老二，这边是铁锤，老有这铁锤，俩人站在老太太跟前儿，铁锤心眼最好，是，你就这么看着吧，啊，老二过来了，老太太跟这够，是，毛不显腰不显，你得帮他，老二过去一伸手，嗯，一摁老太太的脖子，下来，哎呦，摁一下下来。啪就摔那儿了，那是得摔那儿。旁边好多人过来围着老二，这头打呀，那可不得打他吗？往死里歇呀，一点都不多。我站那都傻了啊，不敢说话。嗯，铁锤看见我了，你不帮个忙吗？还是不用帮忙了啊？六七个打的，哎，这是帮谁忙啊？你这货该打啊！哎，他都看不是打伙的出人命，
哦，对对，行了，哥几个别打了，哎，看我了，好，哎，这住手啊！啊，我可是红白两道，哎，红白啊，黑白两道，我是红白两道，为什么？我还认识一干婚庆的，哎，这那不管用啊，人都走了，啊，给他扶起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啊，没事，没事，呦，你在这儿呢哈，你一定要努力啊，哦，你要充实自己啊。两口子走了，加油。我跟街上说，我充实什么呀？我怎么才能够充实呢？想了又想，我想了一个活儿，太适合我了。怎么？我去砸日本车去吧。您见砸日本车有点意思吗？啊，您试吧。哎，给我3000城管，我能收服日本。真高兴啊！大错。有一天，这咱要打进东京去啊，那咱想看什么电影就看什么电影。别叫电的这个，我还能吃好些个好东西啊。那个米饭上有那个嘎了，那叫什么？哎呀，寿司。对对对，啊，寿司的骆驼比马大。什么呀？还有那个日本那个吃的，就一个女的躺好了，身上搁好些个菜。就女体成啊，这样啊，你吃过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没吃过你也看。那这眼神都出卖，什么叫出卖？嘿，有一天要有这个机会啊，咱们也可以。你找一妇女躺那儿，对吧？嗯，好吃的都搁身上，哦，胶圈、豆汁儿，哎，油饼，哎，弄一身油，泼一脸炸酱面，嚯，手拿开了啊，还有火锅呢。哎，不是，好吧。这自焚来了，这多快乐啊！啊，对，等着吧。打这边来辆车，拦住。先生您好，添麻烦，请让我砸一下。哎，想跟人商量，开车挺痛快。嗯，死去。哎，一点都不痛。一句话让我死去，我能死去吗？还是文官死为的是忠，哦，武将死为的是烈，嗯，儿子死为的是孝，女人死为的是节。哦，说相声死是因为卖不出票去。嗨，什么乱七八糟！我凭什么死？不死。我一回头，这边车里那主冲我乐，敢笑话我，真的！你看打人家，踢踢脚，过头就跑。哦，他后边追我。哎呦，好家伙，跟疯子似的跑。那还不追？车后边就追我，嗯，差一步就追上了。哦，万幸。怎么了？他那轮椅爆胎了。我说黑车能追你半天呢，轮椅人家是，这叫欺负欺负残疾人啊，很开心，这太没了，一下就觉得我这人升华了。是啊，哎呀，大事小事我都得管，因为我以后是个了不起的人。现在先从哎，包括走到公园看遛狗的那个狗拉屎我都过去，那是得管，捡起来。狗主冲我乐，谁的狗谁自个儿捡啊？哎，啊，您也牵着狗呢？我也牵着狗呢。嗨，那是得你自个儿捡。我原来啊，可讨厌狗了啊，都是我们邻居那狗半夜叫，把我恨的，不喜欢，把狗嘴堵上，这顿打的，要让邻居知道是我偷他狗就麻烦了啊。您把人狗给偷了？哎，他是哑巴，没事。那你也不能欺负人家。哎呀，天天在屋里愁，什么时候能成功啊？啊。哎，一直等到你弟弟找我来了，他又找你了。于老二进来了，哟，你这屋怎么这么臭啊？有狗。哟，你这狗不洗澡？洗三天洗一回啊。那怎么还那么臭？死一个多月了。哎，这好，你可给他扔出去呀，这怪麻烦的啊。这太麻烦。坐着吧，一聊天才知道，于老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？出轨了。他还。干这事，于老二跟斧子开房，人知道了。我兄弟是木匠啊，是怎么？哪弄点奔走斧具的？跟斧子开房，铁锤不干了。好家伙，上我这儿躲着来！我说你这个躲什么时候是一站呢？啊，我弄你回去吧。啊，进门跟人道歉。哦，知道那事了是吧？啊，铁锤挺生气。那是，像话吗？啊，竟然还有4块钱啊！开房这事儿就过去了，是怎么？这4块钱这事儿，我藏钱是不应该的。好，这是重要的。你还记得当初咱俩人搞对象那会儿吗？啊，咱俩多好啊！那会儿那个花言巧语不都让你说了吗？说好的。你记得那会儿咱俩人下着雨出去遛弯去，嗯，
找那个雨中寂静的感觉吗？还有这镜头都不带着伞，手拉手走在雨里边，是我是有点感冒了，但我也很开心。哦，啊，当然你也没感冒，对吗？他怎么会不感冒？穿着雨衣呢。铁锤也是一傻丫头啊！你就这样的人，我都跟你这么些年。嗯，当然你是有毛病，是不是？后来我说这段时间我觉得过得还不错呀。是啊。老话说得好，日久了生情，是不是？你先等。真往实了说呀，是怎么？成语吗？哪儿有这成语啊？应该怎么说？日久生情。我说的，好吧，好了，好了。就是我跟您这人聊不到一块儿啊。那你回家看光盘去吧。谁呀？谁看光盘？我这给他们劝架呢。啊，您说呀。劝架，怎么说都不行啊。铁锤说：“你啊，搬走，这房子我买了。哦、啊，你归着归着走。那怎么办？先住我那儿去吧。哦，带着于老二上我那儿住去。”但是于老二每天都回他这房子这儿，坐在门口那儿坐着，还是重感情。什么呀？啊，他为了用这 WiFi。这都什么人呢？这都上门口捡着那 WiFi 用去，你我很受感动。是啊，这个货都这样了，还不忘学习呢。嗨，什么学习？我也得努力啊。哦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是吗？早晚有一天，我得让韩国人认为我是韩国人才行。哎。您这话什么意思是？对，韩国人认为全世界人都是韩国人。是啊，可全世界只有朝鲜人希望自个儿是韩国人。哎，这越听越意思不一样啊！我努力吧，啊，努力，我得追上时代的步伐。是，小事儿啊很难成功。嗯，干点大事吧。什么事儿？看看家里有什么东西归置归置。哦，搞点科研成绩，搞科研。家里有一傻瓜照相机。哦，我还有烧烤的架子。这有什么用？我把这俩绑在一块儿，来个无人侦察机。您是怎么能想出来的？这无人侦察机，你都羡慕我了吧？我羡慕什么？那得飞起来。那当然了啊！只要攥住那腿儿，一使劲就能飞起来。您那叫扔起来的。少来这套。那怎么叫？戏园子拿起来，哗，茶壶上去了，飞茶壶。啊，那叫飞。起来就算飞。啊，先起来，先飞一下再说呗，是吧？哦。有一下不说两下。哦。站院里一使劲，冲。飞起来。飞到邻居院里。就飞人家哑巴院里去了，啊，找他去吧。啊，哟，到那瞧，邻居门口正站着呢，就是那哑巴。啊，门口站着呢。啊，刚吃完饭，没有卖口罩，没事，没注意见你啊。哎哎，别，这不是哑巴吗？怎么说话？是哑巴。那怎么说话？说话是为了伪装。您这科研成果已经成功了，好像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？这么多年来，我就是这么认为。啊，这是伪装，伪装啊！哦哦，我说那个，我有一个科研成绩飞到您院里去了啊，我进去拿就行了。是，去吧，我上去。我这新买了一条看家狗，啊，大藏獒特别好。哎呦，是吗？好使吗？好使。咬人。我三天没回家了。哎，混蛋狗吧，这不是，连主人都咬。哦，是啊。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正发愁呢，来信了。什么信儿？于老二成功了。他怎么成功？你弟弟成功破了世界纪录了。怎么回事？超过博尔特跑步，跑100米用了3秒，太快。可惜肇事车辆跑了，撞出去的这是。撞出还啊？他也飞了，我那无人侦察机也飞了。哎，天哪，全撞了。好了，我说这怎么样？上医院吧，看去吧，朋友一场啊，去吧。啊，到那瞧，好，裹得跟粽子似的。那是啊。大夫说这得交钱。得给钱。我交不了钱啊。啊，给铁锤打电话吧。啊，铁锤来了，这您得交钱。嗯，铁锤说我不是不能交钱，那夫妻一场我得管他。好，哎，郭德纲出一主意。嗯，你说出他一个优点来，我当时就交钱。哦，那你走吧。哎，别走。一个优点都没有。也别人命关天，你坐着，啊，我给你想，我会想起来的。怎么也得想啊。想啊，从早上8点啊，想到晚上12点。天，这个人有优点吗？是啊。这个人有优点吗？嗯，啊。想到最后我乐了啊，真有一个优点。他有什么优点？他哥哥比他还不是人。哎，